这是正常的吗？为什么我把直播打开用了这么久？你们看到的是正常的画面吗？晚上好。OK，那就好。我今天开它，它转了好一会儿。Hello，Hello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Oh baby, have a good night。哎，怎么一上来就？我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哦，最近都没有公演。除了上一小下助演，对，这狗中气好足。那你的中气足吗？我没有骂人，我在问候您，问候您，甜美的问候您。今天吃了吗？吃了吗？您，您吃了吗？谢谢胖头鱼，那以后就这么叫了是吗？听起来非常阔气。谢谢胖头鱼的奶茶。Hello。Hello。谁是你宝贝？你一进来就喊宝贝，你有问题啊？宝贝是你能随便乱叫的吗？啊？嘿，好久不见，你在哪里？嘿，朋友，爹爹，没有你这样的。儿子还是女儿？这就是骂你们的，心理承受能力不行啊！这怎么就是骂？这怎么能是骂呢？我首先在友善的关心，其次在就是，纠正这个称呼问题。这个称呼不能随便称呼，如果称呼的不对，这个世界就乱套啦。我们不可以把爸爸叫做妈妈，也不可以把妈妈叫做爸爸，就像你不能叫我宝贝，而我也不能叫你宝贝一样。懂了吗？懂了吗？这怎么能是骂呢？我多么友善的一个人呢，我的天。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爷爷的儿子叫爸爸。不要说你错了，对不起，这样显得像我在欺负你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特别好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没有发生什么。发生了，就缺你。现在我们在探讨你怎么那么晚才进直播间，需要对你进行一下思想教育。怎么没有我一开就来呢？思想滑坡了，不积极了，有问题了，感情淡了，没爱了。
谢谢 CN O U Y A N G 的大神，谢谢 CN 的大神。爱过，那我走，那我走，可以啊。要叫什么？你想啊，这种问题还能问我的吗？考试还能问老师正确答案的吗？不能吧，不能吧，不能吧。闭卷考。我知道了，你们都承认错误第一名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说的比谁都快。是的，亮晶晶，因为今天是公演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下次一定不改。我懂，我都懂。Hello， 我没有安摄像头，我不过是就是了解了解，我比较了解你们。谢谢 PH7 的奶茶，谢谢 CN 的巧克力，但是你们不了解我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们以为我要开始查了吗？不是的，没有关系。谢谢阿森纳的20个大神，谢谢。没有关系，女人不需要被了解，要保持神秘感。哎，虚晃一枪，以为我要说你们都不了解我，我好难过，只有我了解你们。谢谢上山润叶的大闪，但是，但是哎，今天换套路了，今天换套路了。谢谢胖头鱼的奶茶。我不需要你们了解我。谢谢 Future 的巧克力，要保持神秘感，保持神秘感才能走得更长远。对，今天没有 BGM， 我懒得放。谢谢咖喱粥的12个大闪，你们可以自己脑补 BGM， 就自己唱，唱唱唱唱唱。谢谢 CN 的奶茶，谢谢 CN 的奶茶。新公演几时？我帮你打一个电话 ，call 到我们的王总。谢谢 PH7 的奶茶。对，你们今天就是自己脑内 BGM， 想放什么都可以，我不管你们。今天我们要保持距离，不管对方。谢谢胖头鱼的奶茶，谢谢阿森纳的10个大神，谢谢096的奶茶，0968的奶茶，谢谢 CN 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就是你们也不要把你们的 BGM 说出来，你们就在心里默默的放。谢谢胖头鱼的奶茶，因为你们说出来我也没有兴趣。谢谢 PH7 的奶茶。那你下次再来，好啊。那你下次不来怎么办嘛？谢谢 CN 的奶茶。你这么说，那你下次不来怎么办嘛？我去哪里抓你？请问，给个地址。谢谢阿森纳的奶茶。没有去聚餐哦，我说了我今天没有去，今天做了一回鸽子。谢谢胖头鱼的奶茶，下次就来报道，不要，我不要。我这个人不听下次见这种话，不听。你最喜欢我了，谢谢你。谢谢您嘞。
可太谢谢了，谢谢胖头鱼的五个奶茶，这不得谢谢您吗？客气了，居然喜欢我呢。去吧去吧，画头像，还有这样的业务啊。哎呀，我礼貌性的一答应，我这不是礼貌性的一答应吗？客气客气，我们互相之间都客气客气。哎，你好你好，我最喜欢您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太客气了。去呀、啊、去、啊，你的主页十分 KY， 我又不知道你的主页是什么，我怎么？谢谢一份炸薯条的十个大神，KY 又怎样 ？KY 是什么？哇，你们好凶啊！你们好凶啊！你们怎么那么凶啊？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。KY 是，哇，你们很会打圆场的，打得我都信了。那不可以就是 BKY 是吗？哦，那以后我说不可以，我说 BKY， 哈哈哈哈。但怎么觉得那么复杂呢？我明年总决选会进全麻会啊，你给我投票我就会。头发很茂密是吗？嗯，谢谢你的夸奖，谢谢 Jeff 的48个大神，谢谢您嘞。哪里是10万票？这说这句话的人不得投个100万票？这哎，世面格局打开，人家说这句话。人家必定不是10万票呀，必定是100万票呀，格局小了，朋友们，格局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这没有100万票，说不出这种话。嗯，我喜欢猫吗？喜欢，我最喜欢猫。你女朋友一七零，你居然有女朋友？哦，牛牛，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所有进来的人都被我阴阳怪气，阴阳怪气。中心里的猫最喜欢哪一个？你这是在问废话呀？这还需要我回答的吗？这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吗？明天开学了怎么办？哇哇，我好开心哦！有人明天就要开学了，这个人还不是我。你明天就要开学了，你明天就要上班了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有人，哦，和我不一样，我明天休息，
怎么办呢？我168，军训三天了，嗯，他没有晒黑吧？没有晒黑吧？哎，我说太阴阳怪气，我真心的关心关心您，没有晒黑吧？我是真的关心，不是，我看起来这么不真诚吗？我很认真的在，我很担心你们晒黑的，因为就是如果你们晒黑了，你们来我说会，我就认不出你们来，真是个大问题。我很认真的，我在关心你们的美貌。你在伦敦机场开了热点，好，谢谢你。把天聊死，把天聊死，谢谢 CN 的奶茶，不是去画头像了吗？你这画的不专心啊，您这不专心啊，你白好呀。白当然好了，我信我信，我没有说我不信，我怎么会不信呢？你说出来的话我也不可能不信呀，对吧？谢谢 PH7 的奶茶，你说我就信，怎么会不信？我有说我不信吗？没有吧，我可太相信了，我坚信不疑。我没有在哄人，谢谢思妍的奶茶，我管你是什么，反正你现在跟我说我信我信我信。还好吧，我很真诚的在讲话，你们嗯，谢谢 PH7 的奶茶，今天不割哦，今天是割，今天不割，今天是割不割？我就是直播的时候上面带着那个唱歌的那个图标的时候就是割，没有带那个我现在是什么来着？是一条鱼吧？就是一个鱼。谢谢胖头鱼的扑棱蛾子，老板请点歌。胖头鱼请点歌。嗯，胖头鱼好好笑。胖头鱼。谢谢 PH7 的奶茶。要你要我割我就不割，今天不割明天割。什么东西？我被自己好笑到，感觉好傻。老年痴呆，我现在就有。藏语歌，那我真的不听，我真的不听。哎，不巧，不巧，不巧，危险，危险。明天哥，明天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为什么好久不见？经常看你在呀。哦，歌词啊，歌词，哦，
好久不见，什么歌的歌词是好久不见？为什么突然好久不见？谢谢 KTD 的巧克力。哦，我刚刚唱的《危险危险》歌词里有好久不见。哦，哦，哇，你们好厉害啊！你们连他的下一句都背得出来，佩服，好牛啊！记歌词，你们去参加那个什么，我会背歌词，一定能够得第一名。吃了吗？您吃了吗？我吃不吃不重要，您吃了吗？哦，我爱记歌词。哇，你们又记住了一个，你们好厉害，我好佩服，好佩服我直播间的粉丝，好佩服我的粉丝，他们记性都很好。我哪儿？我。我问您吃了吗？您问我你吃了吗？我们在干嘛？您先回答我，您吃了吗？是我先问的，您不能抢我的话。您要先回答我，我吃了，叭叭叭叭叭，然后再问我，那您呢？您吃了吗？哎，啊，吃了，我也吃了，哇，好巧，好巧，好有缘分，居然你也吃了，我也吃了，哇，真是上天降临的缘分。啊，觉得我甜啊？嗯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看走眼了。快逃，快逃，快逃！从你觉得我甜的那一刹那起，事情不简单。当你觉得一个女人甜，谢谢 CN 的奶茶。当你觉得一个女人甜的时候，就是你苦的开始。哼 朋友，那我再令您请，不要随便觉得人甜。哎，是吧？我的茶向来不加糖呀。就是这样，怎么又开始了？又开始了，我又成大师了。谢谢阿森纳的14个大闪，谢谢。学废了，那来，天天看你们学会了，也没看你们就是施展一下。那老师怎么知道你们学到哪一步了呢？报国无门可还行？这个成语能这么用在这儿吗？算了，你们也别施展了。算了算了，再练一练吧，再练一练吧。等来握手会的时候，好吧，看看你们啊，看看那些原来和我一句话都说不上的人，是不是能跟我说上两句话了？检验的时刻就到了，看你们了，握手会就看你们了。握手会这样，我就不找话题了，我就安静，就是做一个文静的女孩儿，然后等待就是大家各位的到来，给我展示一下。我这段时间，你们天天在这儿学废了，到底学了点啥？谢谢 Leo 的奶茶。好，然后对，完了，您吃了吗？吃了，您吃了吗？也吃了。好，然后做到结束。大
眼瞪小眼，你能跟我大眼瞪小眼也是你的本事。那我们可以来 battle 谁先眨眼，怎么样？这个项目我还是有一点自信的。看吧，我现在眼睛就没有在眨。哇，好厉害！我现在也看不到你们弹幕在说什么，你们等一会儿。我要看我能坚持多久，好酸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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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哇，不行了！就这，哎呦，哇，厉害呀！就这，你握手会来不来？啊？握手会来不来？来握手会的话，来就这，我把你这句话记下了。来呀，可以，就这，好，等你这句话啊。就这，记住了。那到时看看，到时候握手会看看，你有多不就这，你一定是这就，哎，我是就这，您是这就。谢谢雨欣的大闪，谢谢 PH7 的40个玫瑰花，谢谢。去吧，明天还有作业，好惨，我就没有，我就没有。谢谢鱼星的皇冠，谢谢皇冠，哎，谢谢皇冠，老板请点歌，老板请点歌。请点请点请点，不点不点，有钱有钱，浪费浪费。不提倡不提倡，国家政策国家政策。对对对，谢谢阿森纳的15个奶茶，就是对中华人民的美德美德。谢谢阿森纳的16个大神，谢谢。搞明白，我会的，我必然呀，我这脑瓜装着是干嘛的？就是装着的，脑瓜装着。敲核桃？不不不，敲核桃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式了。我说了，你们那么聪明的脑瓜，我不能用来敲核桃。敲核桃是屈才了，是对你们就是对这么大的一个人才的一种浪费啊，这不好。卡了，卡了吗？敲西瓜，别了吧，你脑袋自己留着吧，自己留着吧。留着还能有点装饰性作用，对不对？你老婆来接你，去吧。哇，好甜，突然磕到了。我磕到真的了。这是真的，我磕到真的了。我真的磕到真的，这一回给我磕到真的了。对，真的是真的，真的真的是真的。那带我像叫啥都不合适，算了，别了。
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他可以让老婆也来给我，也来看我，姐姐姐姐，我支持姐姐来看我。姐姐可以来，喜欢姐姐，姐姐快来。老公什么的不重要了，姐姐姐姐，那一定还是我比较好看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敢。那女儿也来，妹妹，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这个，也来也来，多好呀！谢谢比尔科洛夫斯基的十个大闪，对，孩子还小就别了，孩子还小就别了。姐姐就够了。我不找话题，你们就不会找话题，太差劲了，太差劲，太差劲了！我都说了三遍太差劲了，还没有人找话题，实在太差劲了，实实在在太差劲了。不行啊，你们这个课上的，这样思考五分钟的吗？不要拿一看见我就不知道要说啥了当借口，怎么会？明天干嘛？行。哇，好不错的话题，明天干嘛？好，明天我想一想，明天干嘛？有点想去看电影。吃了吗？我就知道有人要我吃了。不行，吃了吗？这个话题已经刚才过去了。下周没公演，下周干嘛？我要回家。我要 come back home。你有绿码，好，出门左拐。我这儿不查绿码，没有这项业务。下一句扼杀在摇篮里。把我噎到了，这句话。等开学再说吧，论文的事儿。对，下周，哎，对哦，下周有助演。对对对，下周有注意。我这个口红呢，嗯，就是非常想告诉你色号，但是我今天涂的不是我自己的，我涂的是田淑丽的口红，而且是她两个口红混在一起的。你可以下次去问她，我只能告诉你说，一个是 TF， 一个是3CE， 多余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对对，下周要注意我。火龙果嘛，都已经掉色掉成这样。而且为什么是偷吃你的火龙果？你是卖火龙果的吗？哦，只有5号，
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给彭佳敏化的那个妆，有谁在说我化妆技术不好？我就真的拳头硬了，谁在说我化妆技术不好？真的，我画巨好，但是毁就毁在他今天上的是打拳这个 unit。我说我给你画这么女人这么温柔的妆，你就应该给我上一个桑木尔或者结语者吧，就是好点是桑木尔，再差你得上个结语者吧。他上了个打拳，就是说。不，我今天给他画的这张妆真的巨女神，因为他昨天问我说，就是我走的什么路线，也不是走的什么路线，就是化妆风格这个路线，因为他要给每期总要定一个就是主题这种嘛，然后我就说温柔女人妆，就是我今天就让你变成就妆一画上，哇哦，然后哇哦，他又非常喜欢。今天好帅啊，那是他自己的原因，不是我。然后对大家就都夸呀，文文也说好看，文文说妆面很干净，然后小爱也说我化妆化得好，然后彭佳敏还说以后谁说陈雨姿化妆不好，他第一个不服。看到，而且就是可能因为给他化妆，就我有时候对自己会有点乱来，但是给他化的时候我就格外谨慎，我说毕竟今天是公演，我不能对不起你来就是来看你的粉丝，万一我化糟了就很尴尬，大家都很尴尬，台上台下都尬住了，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给你就是细心一点化，然后果然他们都说 Coco 甚至说你给他，其实我给他化的妆比给我自己化的好。宁珂不在这个范畴内，他已经超越了，他是 another level。 对，是吧，你们也觉得吗？还是他在口袋说了，你们也觉得这个妆很陈雨姿吗？因为小爱说哇完全就是眼妆完全就是我。有点东西。我只能说吧，有点东西。就我要是再给他下手重一点，就和我今天的妆一模一样，但是我不敢下手太重。怎么还有人问我小后辈微信加上了没？一看就没有好好看我直播。一看就是，那也倒没有必要，就是都是我，你忙，大忙人，大忙人，大忙人居然抽空来看我直播，感激不尽，荣幸之至。我笑大家开学笑了两分钟啊，有这么久啊，哇，我以为我也就笑了一分钟嘛。有这么久哈，居然有这么久，那我肯定不是故意的嘛。我肯定是随便一笑嘛，正好有开心的事嘛，不是笑大家开学，开学有什么好笑的，谁还没有一开学呢，对，只是早晚问题而已，只是有些人比较早，而有些人他比较晚，对。12月份开学，你怎么好意思啊？我要记住你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好意思？你不要说话，你现在我心情。谢谢无尘剑商的奶茶。哎，那我不告诉你们我要讲，我不说，
我以后要当一个沉默的人，我当一个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。开学才大三，你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？你给我好好回答一下，好好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。走错直播间认错人，要趁早退出去哦，不要在这里多待哦，多看一秒你就危险危险哦，这里不是什么好人哦。给我气的，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发言啊。加七年，什么东西？实习、考研、论文同时进行。那么恭喜你，你将进入人生一个全新的阶段，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生的考验，而你将顺风顺水的通过这一场考验，你将获得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我随口一说，晚上好，随口一说。对呀，你们都不接我的话，没有什么办法，我只能多说一点。我一个平时话这么少的人，每次为了和你们有点话讲，在这儿嘚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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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。可惜了，也不知道谁能来握手的时候跟我嘚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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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。可惜了，我都白嘚了。啥时候握手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那个通告表上时间一直在改，十月吧。你们很内向，我很外向，我很外向哦。你头像是挺嘚不嘚不嘚的，每次看着，感觉吵到我的脑瓜。确实，这猫看着就很热闹的样子。不知道用这个猫头像的这位主人，是不是也是这么话多的样子呢？一定是吧。话确实多。我是见到了假人吗？那见到我的时候是发生了一些意外是吗？当天心情不好，所以无话可说。剧场的地有没有好点？有，就边边还很，就边边还是有点滑。哦，初次见面收敛一点，那期待您下次见面的表现。话撂在这儿了啊，话说出口，对，就
我画和头发一样多，那我不说话，我以后搞那个默播，就不说话的那种。谢谢小鱼干的大闪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没看懂你们发的弹幕。没看懂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学到点语言知识。嗯，我也想吃知识。饿了。没去一起吃饭吗？和谁啊？ Coco 他们吗？没有去哦。本来要去，但是我今天回来有事，我就搁了一下，但约了下次去。我让你们点右上角的叉叉是吗？嗯，你们可以点，想点的话可以点，守在你们手上，守在你们身上，我又控制不了你，我又不可能隔着屏幕操纵你们的手，对不对？你们能看到吗？其实我还没有录，因为刚才没有练习室。但我要是能录完，你们肯定能看到。Dream 个团建，我也想 Dream 团建。谢谢你夸我的矿泉水手，矿泉水一定非常感谢你。矿泉水现在流下了感激的泪水。第一次有人说我的矿泉水手。是的，它是个手铐。矿泉水感到十分的开心。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瘦。哦，是在说我瘦。啊、哦，那陈宇姿十分的开心。他的人生中，懒得编了。我以为你在夸我的矿泉水呢，这矿泉水不得有点关爱呀、啊？要不然他白出镜了吗？矿泉水出镜了一下，就我不想给他结出场费。所以你们就得夸夸他，要不然他一会儿得来问我要出场费，我给不起他出场费，矿泉水的出场费有点贵。
我都这么说了，没有人夸我的矿泉水吗？啊，行，有啊。我随意，我可随意了，我最随意了，我才不会计较这些。你们是蜡烛吗？不点不亮。哎，我愿称我的粉丝为蜡烛。我们以前上学有个老师就经常说我们是蜡烛，说不点不亮。你们不就是吗？我非得 Q 说夸我的矿泉水，你们才夸，就是非常被动，一点不主动。蜡烛懂吗？那我，如果你们是蜡烛，我就是打火机。Fire， 哈，哈哈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美好的语言肯定是给我的，我的天哪！这句话有点油。看你的 ID， 像是个妹妹的样子，妹妹不好。这句话太油了，姐姐不吃你这套，姐不吃这套啊。人间打火机，听起来火气好旺。谢谢七七幺的大神，就听起来一点就着，很旺啊，也不错，听起来这样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听起来又危险，然后又一点就着，然后又很旺，很符合，对，很符合，以后我们就这样。大家出去就说陈宇子就是个打火机，危险，又一点就着，但他很旺。嗯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太油了 ，no， 我拒绝。哇，你的名字简写也是陈宇子哇，哦，也是 CYZ， 哇哦，酷。缘分，嘿，兄弟，有，拜把子吧，怎么样？望谁呀？当然是望你们啦。你只想当粉丝，好呀好呀，行，行，你拒绝我嘛，没关系。I don't care。晚上好。我离你们远点儿，我离你们还不够远，还想再远一点。可以啊，我也可以做到呀。我可以远一点。必须保持距离，我和你是啥距离？戒指好细，对，这是一个圈儿。晚上好，晚上不好。晚上不好。
什么东西？我在什么玩意儿？在说啥？没听明白。我说了，我这儿不查绿码，我这儿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兴趣爱好。出门左转，出门左转。我这儿不查绿码，误会了，误会大了。不是咬唇妆，是吃人妆。对，是要吃。我这儿不查健康码，绿码红码都给我绕道走，绕道走啊，绕道走，此路不通，此路不通。我这儿就没想放人进啊，绿码红码都。不必了。唇釉还是口红？你很执着我的唇色啊。打底的那个是个口红，上面叠加的是个唇釉。你飘过去，那你神通广大，我惹不起。您请，我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您请。哇哦，好高级，好高级，好高级，好厉害！你居然真的飘了过去，我没想到，简直掉了！哇，还有人会飞啊！哦，你们好厉害！又会飘又会飞的，你们一定是有特异功能吧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哇哦，这还有个御剑飞行的，哇哦，酷。金庸老师的小说都没这么酷的。我今天在我直播间全见着了武侠世界，谢谢你们，我大开眼界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居然在这儿和你们唠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不看网络小说耶，现在我差劲了，是我差劲了。我这不会飞也不会飘的，也不会御剑飞行的，因为今天我不割。你可以割，你要是想割你可以割，反正我不割。 You know, you know it。 我们播到15分，我几点开的播忘记了，什么时候唱歌？情况良好的话明天，凡明天我应该就是明天吧。9:12是吧？哇，那我们15结束。明晚大概几点我也不知道，没想好。但如果明天播的话应该不会很早。找妹妹？我找什么妹妹？没有妹妹可以找。明晚按正常计划应该是割的，我没有妹妹可以找。哦，我孤家寡人，孤苦伶仃，独自一人。你们在问号啥呀？又问号啥呀？我说了啥了呀？聊微信，聊微信，聊不下去。主要是我这个人擅长把天聊死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笑死真的是我总结出的非常有用，就是那种又不会让对方觉得你不想回他微信了，
但是又能把你们的话题有效的终止掉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笑不活了，就对方就会想跟你继续聊下去，他就觉得你真的就是很捧他的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，我觉得你真的觉得这个话题好笑，但是你说笑死，朋友们品一下，就你们自己品一下，就是笑死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不用这招了，这是我之前的招，现在我有新的招了。我不是每天都在研究什么，我就是不喜欢微信聊天，你知道吗？我又不喜欢聊天。我每次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微信能秒回人家吗？为什么回微信的那么快啊？我就是不喜欢继续聊天，我就希望你有啥事儿给我赶紧说完，然后我要终止这个话题，就不要跟我在那闲聊，我不能。就当面聊我可以接受，对，就是没事儿不要在那儿给我闲聊。我不喜欢聊微信，我觉得打字就是很麻烦，我没什么话想说。对，我微信就是有事儿快跟我说完哈。谢谢，希望就都好的奶茶。不，当面聊我就还好，当面聊我就顶多话比较少，看人。谢谢你夸我变白了，是的。谢谢施秀雅的奶茶，你夸我什么我都是的。你夸的对。谢谢 RZ 不是 RKZ 十七的玫瑰。到点了。到点了。朋友们，那我们要 say goodbye。谢谢可乐的五个巧克力，谢谢。啊，朋友，再见，再见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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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，笑死，谢谢小丸子的奶茶，笑死，笑死，大家拜拜。